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我们刚吃完午饭，今天早上我们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打了这个冬果。这个呢，等于会再过一遍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把它装袋子，然后就可以拿得去卖了。现在已经打完了一半，这个袋子装，现在一共装了40个袋子。这个袋子呢，一个袋子应该就是90到100斤的重，还是有点重啊。现在的价格呢是3.6块一斤，不知道现在能收获多少。打卤皮。如果跟，如果带得下去。现在拿手机帮我算一下，看一下估算一下能赚多少钱。算一下能赚多少钱。3.6×3800斤，没看到袋量。3800。40斤啊，40袋。3800斤。3800，没看到袋油的那数量。45袋。啊？45袋。45袋。嗯。一共45个袋子，现在装了一半，45个袋。大老板。给你一支烟，你怎么算？大老板，不要算错了。木棒。哇，这个真好吃。45×90。你那吹的啊？我打六斤。60，他给我算一袋子60斤，我那我亏大了。这个袋子最少都是90斤。打了嘛。打了给我算，包有了。他给我算45袋，整理每袋子60，2700斤，2710斤，怎么可能？打了几人干了？他说我家这一堆冬果全部打完才有4000斤，现在的价格是比年前价格要高一些，要高出3毛钱这样。今天。这些打包好的已经装了一半，现在应该有4000斤这样，可能今年这个产量没有10000斤，不知道有没有8000斤，如果有8000斤的话，还是可以的。去年的价格是2.8块，今年价格是高了6毛钱，应该。跟去年的收入可能是相差不了多少，应该可以挣到3万块钱这样吧，不知道能不能交足3万，能交足的话是最好的。今天呢就与大家分享到这，喜欢的朋友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